我们再一次的经过刚刚大家有印象的泰鲁阁，这边最有名的叫什么桥，这个右边凉亭呢是讲金国为了纪念他妈妈哦，来问候于马路叔哦，他不幸在1938年的时候啊，那个死于日军轰炸啊，毛福梅。安全走廊下游，安全走廊。